今天王一博说你是他最喜欢的男人。最喜欢啥？最喜欢的男人就是另外就是小鸡。他今天这么说了吗？鸡哥，人称火爆哥霹雳独居。大家好，我是 AC， 来广西柳州，我也喜欢吃螺蛳粉。我的风格吗？独特、细节、层次、音乐，刚中带柔，柔中带骚，骚里面还有一把刀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犀利的小鸡，那就让我多活两集。Don't say so much。我在今天要来海选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到底什么样的才是感觉是我最想要的？本来是要跳作品，但是到场下的时候，我突然间看到了舞台后面不是有那柱子吗？我就想着，我今天不是来跳作品，也不是来过海选的，我今天就是来给你表演的，我演一出戏给你看。What's up， 霹雳毒鸡 ，A.K.A 火爆。如果你选我的话，我给你战队塞满火药。Don't say so much。你嚼着槟榔没事吗？还吐掉。好，音乐。Hi everybody, today we will interview James Brown。Talking all that jazz. Come on! Come on! Come on!太棒了！干嘛？现在什么地方？你来干嘛？啊、你来干嘛？没有，只是看一下。啊、嗯，只是看一下。只是看一下。对，只是看一下。想好奇你还好吗？啊，我很好，你好吗？好。继续。是我的话，肯定给。别走啊！啊？不要说不给啊！你想去那边啊？没有，我都说我要塞满火药了，你忘记了？就先不说招，就是太会玩音乐了。然后就是那个点，我会很喜欢这种氛围，这种气氛。哦，当然要给了。啊？你去那边还是去我这边啊？我把你打那边哦，这样，看我们赢定了，有我太强了，东北风啊！我觉得像小鸡这种 B boy 就很少，太会想了。我觉得也可能他是 freestyle 的，你像那些现场的场所啊，可能在编排这段舞之前，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。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招，但是我觉得够了。小鸡，叫你呢。啊？Don't say so much， 依我见，等一下中间靠我来，非常厉害。小鸡我觉得特别有趣，但我觉得我接到dancer 们也不缺这种人才，我很有信心。这个赛制大部分靠运气，有没有不服？去吧。有没有不服？
怎么咬的？他咬的那个瓶子会往后滑。哦。真的是要暴走了，上去转就是转不到，真的是憋得慌。好，接下来请出下一组选手 ，Apple， 昆凌 ，Apple， 波波，加油！哇，一下三个。我到后面我又看到一点希望，因为已经剩下两三组了，直到最后那个三个跳 Urban 的，就开始有点怀疑人生了，你知道吧？还有谁？波波。七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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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了，已经 hold 不住了，在那边。七哥太靠后了，毒鸡来了，小鸡，小鸡，都在跑我们啊，那无所谓啊，比赛嘛，就要这样。来，运气的时候来了。各位，还剩三个。七哥又回去了吗？聊了很多遍了，没有他一次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几个人都要没了。嘘，七哥太难受了呀。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完全跟你事与愿违，知道吧？事与愿违，完全没有机会。我觉得等到最后是最难受的，跳都不能跳了。七哥好像他那个搭档，他一直下来好像就是赚不到钱。嗯，还有那边小苏也是。因为当时扣二的人也太多，也不一定会撞到你。就是排到最后面，其实对于舞者来说是身体，然后心理的一个煎熬嘛。他们都很可惜，就是其实跳得很好，但是没有位置了，那他们之后可以怎么办呢？帮我麦开一下，麦开一下，麦喂喂喂，喂，喂，哦好。谢谢四位队长，谢谢黄宝老师。现在我们六十强的座位已经全部坐满了，意味着我们的这一场的正式赛已经结束。之前想过，万一有选手没有表演完作品怎么办？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加时赛的方式。接下来是由没有表演过作品的选手一一表演他们的作品，所有作品当中最多。只有一支作品可以进入到下一赛段，这还有机会吗？只有一个。我觉得其实加时赛给予了舞者最大的尊重，能够让他们把自己精心编排的作品放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就是三组选一组，还可以表演。突然间就全身都是力了，我就站起来，我就走准备一下。几个？小鸡。终于上了，这两个门 Don't say so much 啊，害怕吗？ B boy， B boy， 但很有特点的 B boy， 就是一下就能让你记住的 B boy。 四位导师好，黄博老师好，我们是那个来自福建最后剩的两个，就是小伙先 hold 住，先 hold 住。然后我叫小鸡，来自福建泉州精武门。来，我怎么觉得他是个东北人？我叫小龙，也来自福建。OK， 差不多就好。一首《我的地盘》送给大家。太帅了！哇，鸡哥很有个性。他没有很多招，但是他很会玩。好拽啊！很拽的味道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的才艺要么零票。要么我觉得就是三票以上。电影开始。
性太强了，最有风格的 breaking B boy 啊，真的。你看他们利用的造型，还有跟自己形象、道具，所有的用的都很好。那个链子是这个啊，服装间借的。我到台海到现在歧视这个态度啊。他俩是我接到的，就是小鸡。一个我感觉是不会做 par mo 的一个 B boy， 我上次有打托马斯给你看过，你忘记？你会一些招吗？会啊。你那能算打起来？有啊，一圈你的托马斯，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完了，我来一个，来一个 ，Let's go。行啊！好好玩哦，天哪！我刚才那圈风车还是送的。我明白你说什么了。对，就是他不是是玩另一种风格的 B boy， 他不做 power move， 就是演的。对，演都很会玩点，很会玩音乐。哇、哦，太好了！你们为什么非要抽到这么晚才出来？你以为我想？你思考一下，38号总共40组，我牌倒数第二，摇瓶子从来没中过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然后这群人一直在这边欢呼。哎呀！你有没有考虑过对面的感受？完全 hold 不住，我在那边差点就想穿鞋回家了，真的是。这哥们儿要火了，苏哥子大。哇醒了，大家都醒了。哇，太有态度了。